说这妹子，刚才四阳劝你的话我都听到了，他这人你了解，有话是表面的，真心对你好，你就跟我们一起走吧。不行，我不能背叛我丈夫。你怎么那么死心眼呢？他走的是死路，你得活着呀，你还有个女儿呢。我不能背叛他，我现在能做的。 就是保护自己的丈夫，跟着他，无论是对是错，是死是活，也得走下去。淑珍，你可得想好了，我想好了，一切听天由命。记住了，坐着不要乱动，这样你才会安全。 放心，去吧。这张字条很重要，非常重要，它比命都重要。这得感谢淑珍妹子，难道你要辜负她的一片诚心吗？那你们，你放心吧，我们这么老大教导了，她不会把我怎么样的。不去，要走一块走。反正一会儿不听话了，周末见到了，如果我们俩一起走，我们谁都走不掉了。我留在这身份目的绝非得拖住她，让你安全离开。我再说一遍，这张字条比我们俩命都重要。听话。 你违反规定，是你先违反规定的。你向我男开枪，还绑架了我儿子，那不是我的本意。放你的狗屁！你能把事情干出来了？老鬼呢？为什么不毙了他？老板，你先把他毙了，我才能看出你的诚意。先给我退回去。 陈思阳，你儿子在我手里，你把淑珍给放了，我就把你儿子给送回去，咱们交换。周末，你少来这套！我把你夫人放了，你把我和我儿子堵在那个小楼里，你想得美！我要和你交换，也不会在这里，我要考虑我的安全。
陈思阳，你是个骗子，你把我骗出去，然后你到这儿，你不守信用，你更不守信用，你派狼鬼到我老家打死了我娘，绑架了我儿子，我要看上我儿子，你把我儿子怎么样了？陈思阳，你少来这套。 淑珍，你还好吗？周末，你把孩子放了吧，那么做是不道德的。周末，你听到了吗？淑珍人好好的，我的宝宝呢？我要见我宝宝。陈思阳，你的宝宝在安全的地方，像这样的场合子弹不长眼，我把你的宝宝给转移了。 思阳，跟你保证，宝宝在这边的时候都是我照顾的。他们过去找你的时候，给孩子吃了一点睡觉的药。他们给孩子吃了睡觉的药？他们从济南过来的时候就给他吃了，但是你放心，等他睡醒就没事了。这群混蛋！好吧，我看他是想故意拖延时间，想拖住我。周末。 听到我说话了吗？你要想跟我谈，让你的都退出这个小楼，去到对面的街道去，咱俩一对一的谈。 大姐，你去哪儿？我去铁道上。哪个铁道啊？ 天津卫的铁道啊，天津卫铁道，可多了。北面、西面、南面，你到底去哪个道啊？要去道上的哪条地界，我好把你送过去，不是？周末，我找你的目的给淑珍说了，你要认清形势，跟着国民党已经没有出路了。蒋介石、毛人凤的跑道台湾了，战局已定，你们打败了。陈思阳，别跟我搞赤色宣传。我问你。 你来找我，到底想干什么？周末，是你找我，你绑架了我儿子，逼着我出来，你好杀我，我至少比你金环。我没想杀你，我来是给你，至少是给你夫人指一条明路。当然，这不包括老鬼，老鬼只有死路一条。哎， 大嫂，你怎么良心车呀？那多危险呀！同志，小同志，我要到铁道上去，我有要紧的事情要找铁道上的领导。那我们也上铁道，你上车吧。哎呀，陈思阳，你要是有心，就把淑珍放出来。那不行，除非你答应投降，我带着你们一起去公安局自首。你不答应。 我这不会放淑珍的。老板，咱们的电台还在楼上呢。要不我带几个弟兄冲进去？不行，会伤着夫人的。那怎么办啊？现在距离天籁行动还有一段时间，我不怕跟他磨。陈思阳，陈思阳！ 陈主任，我问问你，知道铁路公安局的人在哪儿吗？你好，我只负责站岗，公安局的人我没看见。哎呀，你找铁路公安局的人有事吗？我有急事。有什么事儿跟我说说吧。不行。 你不是铁路公安局的人，同志，我就是铁路公安局的。我们今天执行特殊任务，才穿成这样。不行，我必须见到穿铁路公安局制服的人，我才能把东西交出来。你要交什么东西？重要的东西，特别重要的东西。可是我不能交给你，我必须交给铁路公安局的同志。好吧，我带你去，带你去见我们领导。太好了，那边。
光加强警戒是不够的，我们还要加强对铁轨、路基的检查，要使用侦察手段。警犬队上来了吗？正好这边赶。嗯。另外，我们还要最坏的打算，必要的时候用扎倒车在前面开路。我马上安排。队长，苏敏从游击打来电话，说现在还没有陈思阳的消息。你马上给孙局长打电话。 让他不惜一切代价，要救出陈思阳，有什么情况马上向我报告。是。哎，你这是要带我去哪儿啊？啊，这是条近道，过了前面小树林就是了。哎，这不对呀！你去哪儿啊？指挥部在那边。啊！ 跟我来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你别跑！有犯人呐！快出来！三弟，快救人！崔医生，我们找到你了，你快派人去救四阳啊！三弟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少废话，快派人去救四阳！你知道四阳的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跟我说说。 让我交给铁路公安局的，说比命都重要。崔阳，了不起呀！通知铁路上的所有专家到这儿来开会。是。小玲，到。看看警犬队上了没有？如果上来了，调他们到这儿来待命。另外，通知参与保卫工作的小分队长还有解放军的分队长，也到这儿来开会。是。 情报来的太及时了，情报及时，那是思阳拿命换来的呀。他现在在特务窝子里呢。特务窝子？对，他和周末他们在一起，在一个据点里，就他一个人对付周末他们一群人，他们那些人都有枪。哎呦，他们怎么那么狠？我现在都不敢往下想。老崔，你快派人去救他呀！别着急，在什么地方？ 在戏马场的一个小楼里，表面上看上去像商务会馆。龙王，到，马上通知孙局长，陈思阳在戏马场一个商务会馆。是。哎，三弟，这胳膊怎么样？ 替你再听一个小，带走。这王八蛋！走，跟我到医院。淑珍，委屈你了。我要走了，我估计他们憋不住了，很快会进来。 你要是想走，你现在就给去那边了。我希望你们都不要开枪，谁伤到谁都不是我想看到的。放心吧，我死不了。周末就是今天不死，他也活不了几天了。那好吧，我把枪收起来。 你可以走了，淑珍。你一去门口，就大声说话，不然他们不知道是谁会开枪的。 Come on.
老板，陈子阳跑掉了。老板，夫人，老板，外面全是公安，掩护。是，别哭了，去拿电台。姐姐，老板，快走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老板，老板，再不走，咱们的前来行动也受到影响。陈子阳，我不杀了你，我誓不为人。走，走，走。淑珍，淑珍，淑珍，快走！公园是你救的，你们女人比男人更讲信用。
赶快去铁路。根据情报，我们部队内部混进了敌特分子。 这个特务分子的绰号叫花豹，估计他不是一个人，还有同伙。我们要连夜发动群众，以班组为单位，揭发检举，挖出隐藏在我们内部的最危险的敌人。明白吗？明白。好，执行吧。是。说，你为什么袭击那个女的？我就是。 色迷心窍，我看那女的长得挺漂亮，好像还有点钱，所以我花豹。首长，您叫谁呢？毕正和。 你的真实名字叫张一平，特务代号动次馆，绰号花豹。根据群众的检举，你在日伪时期就被日本特务机关收买，出卖过副站长何海涛。日本战败后，你又参与过杀害我物资股长孙杰的行动。建国后，你又积极为我们党特务搜罗情报，积极参加周末特务组织的爆炸破坏活动。毕正和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。 你想逃脱你的罪责，那是不可能的。说吧，炸弹藏哪儿了？没错，我就是花豹。你们能把我怎么样？你们敢把我怎么样？ 放的炸弹，你们谁也找不到。等你们的火车从那经过的时候，你们就知道我的手法有多高明。哈，嘣，嘣，你们的火车就飞上天了。哈哈，我要把你们都炸死！等会儿，等会儿，把他压下去。 有几位同志是排爆专家，敌人在这段铁路线上埋设了两小一大、三处爆炸物。我希望诸位能分一下工，分片爆干，对铁路的路基、铁路设施，特别是桥梁涵洞进行彻查。 一定要把敌人埋藏的炸弹查出来。是。警犬队的同志来了，在。你要配合专家，沿线搜查，不能放过任何一个死角。是。好，同志们，现在执行吧。来，把胳膊挎起来。哎，这几天好好养养，过半个月都没事了。没事的时候呀，把那胳膊呀多动动。 别让肩关节呀长死喽，这样才能胳膊再想动可就困难了。这下手真够狠的，这狗特务，幸好是打在肩膀上，要是打在你的脑袋上可就报销了。老崔，陈思阳有消息了，怎么，他出事了？他牺牲了是吗？ 三妮啊，陈思阳同志既没有受伤，坐着车正朝这边赶。哎呀，你怎么早说的？你吓死我了！三妮儿，思阳啊，你这伤怎么样了？思阳啊，我，哎呦，没事儿，骨折了？没事儿，没有，只是思阳受伤，休息两天就好了。嗯。
周末派人去他老家，用枪打死了他母亲，还抢走了他儿子。这么大的事情，怎么不向我报告？陈思阳不让我说。他孩子呢？还没找着。我们去了周末的据点，没找着周末，也没发现老鬼。这事儿我不知道啊。 三妮儿也不知道，陈思阳说先别告诉他。他说现在火上眉毛，任务是第一的。三妮儿啊，你可不能再受伤了。你不能任何闪失。你要有什么闪失，哎呀，我真的受不了。哎呀，这次多危险啊！我没事。 话报确实是我们巡逻队的，这几天在铁路上他一直跟我这个队，本人名叫毕正和，最近确实比较反常，上班时候带特别大一个反包，他就没怎么见他吃过饭。他和你们巡逻队都上了哪儿啊？就这条线，司公里之内全部归我们管。公里之内都归你一个人管吗？没错。你好好想一下，他有可能在什么地方做手脚？我也在想他反常的地方。 比如他一个人检查过哪个路段，坐在哪儿吃过饭，甚至上小手的时候在哪儿，我都记得这个本事了。我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带你去找。前面这边。好。就这一带。那天花豹说他肚子疼，然后都在铁道上趴了半拉钟头。我想这不越趴肚子不越凉吗？现在才知道，可能别有用心。同志们。 高爆炸弹，这个火星和咱们在会议室炸的是一样的。但那里边肯定装的炸弹，接触撞的也不一样。我记着，那引爆器上好像有个遥控装置。工具箱脚下。不能动。同志们，大家马上撤离，警犬也撤下去。我希望大家能够服从命令，撤离50米。解文军同志。
希望你帮助我们，唯一治好秩序。是，行了吧，撤离。 有排爆专家呢，这个是美国装置，是周末调进来的，这些装置我见过，再说再会议室里我有摆了，有经验了。算了，还不让那个捣鼓响了。那次头一回，我们有注意他那个接收装置，你放心，不给他同一个问题上，犯两次错误不行。你好不容易全虚全影的回来了，要是糟践在这儿，三妮向我要人，我找谁去？我怎么向他交代？对的，我真的没事。哦，对了。 人员还得撤远一点，这上面有那个遥感器。如果我们人还有坏人的话，也安就行了。跟大家说一下，再撤离50米。是。所有人再往后撤50米。我准备排爆了，你们也撤吧。苏敏，你在这干嘛？撤下去！你马上撤下去！是。 队长，你还是撤吧，你守在这里真的没太大意义。不，我就在这看着。你排爆成了，咱俩一块儿玩。你要是鼓得响了，一块儿玩的；省得你死了我活的，你老婆跟我闹个没完。这样会给我增加压力的。我在这儿啊，能让你放心的排爆。你想想。 下边要捡了这瓶血，有可能咱们俩真的到那边做战友了。我愿意。
老崔，咱们成功了！孙杨同志说的对，这就是美国生产的高爆炸弹，它的威力。队长，前方又发现了一枚炸弹。 两名小的找到了，还有一个大的，不只是这一个呀，有上百斤的炸药。我听廖科长说了，如果周末把所有炸药都运过来，应该有这么多。这么多的炸药，不是花豹一个人能做到的。周末做事，常出人所料，采取意想不到的办法。你想想，这么多的炸药，要是放在铁路下面，很容易被我们发现。 我想他们无非有两种办法，一个是挖洞，从外面往铁路底下挖。不过这很难，你想，一个是费功夫，另外挖出那些土方很容易暴露。再有一个办法，就是利用现有设施对桥梁铁路进行改造，否则他们无法隐藏。是这样，崔队长。 我有情况想跟您汇报一下。你说，您说的涵洞，我突然觉得有一个涵洞特别可疑，就是61号涵洞。那个涵洞我没有检查到底，刚走到一半，就有人说底下有蛇，我一害怕就没下到底。后来我想，我的底下都没看见蛇，它在上面怎么能看见蛇？现在我才反应过来，根本就不会有蛇，是有鬼。谁喊的有蛇？还能谁？那花豹呗。马上到61号涵洞。队长。 等一下，敌人改造了高爆炸弹，把原来的弹压是引爆装置改造成了遥控装置，小炸弹如此，引爆炸药更会如此，否则火车路过这里，它不会自动起爆。嗯，说得很对，我们不要贸然过激，我不是不相信群众，非排爆人员一定要远离涵洞。孙杨啊，你提醒得很好，安全距离200米够吗？足够。所有的人，除了我批准。 排爆人员，任何人不准接近61号涵洞。老张，你带着铁路公安人员负责维持秩序。是。吴参谋，让解放军同志配合一下，清理61号涵洞周围的草丛和树木，以61号涵洞为中心，200米为半径，设立一条安全的警戒线。明白。 可疑分子还缴获了一个遥控器，把他押走。走。思阳，你们可以行动了。是，走吧。